八方来客，特色小吃。哎，主任，坐里边，不离。羊肉泡馍、灌汤包，西安最夯面食有够 Q。把它们使用到极致。成都三大炮，要越丢越响才够味。好像不是做一个小吃，是在给你表演一个节目。海下摸猛螺，徒手抓沙虫。看您那速度特别快。北海正宗海味就是鲜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开动。走遍中国十五大城市，领略地方小吃的神奇魅力。未来娱乐台八方小吃。